哎，帮我提起来，快点，我捞不起来，我腰杆子。那弄光了也是。哎呀，二弄一种。这外头，是我前段时间电的，电的时候用了点水，还生的比较好。昨晚上下了点雨，看今天晚上还下雨不？我把肥料给它丢一下，这不是鱼氮肥。那李子是不是起的了？我是起的。丫丫都爬下来了，那正在蹭几条的，你看呢？起的了，徐大，起的了。什么叫它上身噻？这颗李子是我最喜欢吃的。徐大，我喂你一颗。特意为你摘的啊。我最喜欢吃这个梨子，怎么样？勉强吃得了。嗯，还可以嘛。还有点生。那我是早熟，那我吃没吃？那我红的差不多，那红的结的多不多？那好吃的哦。就是噻，梨子嘛，本来就有点酸噻。那你要想明天的啊，梨子不可能明天的。我把这个肥料给它丢去了，然后再薅一下出太阳，这下次才再给它。要么跟它穿一下，它就开始长了。现在正在好扯。哎呀，你别在这里，吸到我。哎，这我得生了。哎，太干了，生的刺，点儿发芽了。然后可点，有些是没生起，宝宝喊丢四颗来，多丢一颗来。有些我看到倒是生了四颗，有些生了两颗，有些生了一颗。勇哥他第一天腰杆痛，他都还坚持干活了。花水管理可以了，喂喂子嘞，要开始摘红苕头喽，长起起来喽。腰旁边大点，一旁边吧，丢得到一箱个。我这只丢得到半箱多的点。那、啊、你丢进去就一边丢就出来，我这一边外箱丢进去了。好吃的很，一会儿敲敲起啊，好，真的好吃。哎呀，是爬的。发现你丢少很，三个人门捏捏，少很了，当中没丢，该是吃的了嘛？是不？喂，你要讲不讲哈卫生喽？你少丢肥料啊，丢了又捞东西吃，那这农村人简直不讲究。到处你吃，还活几天味道更好。那个还要用挖一盆的，要不得用大盆盆，小盆盆都够了。多退少补噻，还得跑二道。简直有瓜儿吃了你。接几了？好多。瓜过了噻，该丢点肥来再嚼嘛。我要丢嘛，徐大，你腰杆痛了嘛？痛
我就休息会儿，我媳妇儿说她来丢。的确，我的腰杆有点痛，痛了几天了。晚上家睡觉是身都翻不过，恼火得很。很多朋友他也都问我，他说勇哥，你为什么弄多土？其实我们每天弄多土的。像这块土啊，它是我们绿水的，我们绿水嘛，它的泸州的，它也没回来，所以嘛，等我们这围塘人嘛，就我们捡来种噻。其实现在在我们农村哈，很多田土都没得人种的，只要你有劳力，你愿意去干，你捡来干就是。又不用喊你交啥子粮啊，交啥子钱那些。像以前我们小时候嘛，你住了一样的田土嘛，你多少还要拿点粮食或者拿点钱给人家。现在你什么都不用了，以前还赏粮，现在粮都不用赏。其实像田啊土啊这些不种的话，放弃一年两年它就是长草草了，甚至长这个树枝呀这样那样的了，而且你就无法耕种了，而且废弃这些哈全部都在一些草草扯完了。其实这个田土啊还是要人种，像他们那些没得人的不变的哈，还把面你跟他种到，至少嘛那个它不长草草嘛，而且这个水土经嘛不流失噻，你没人管理的话，到时候一人都是鱼啊啥子些，它这些泥巴这些就跑了，而且到时候就长些这样树水啦，啊这些来这边，到时候你要是搞都搞不归，就没办法种的。如果那种土呢，我发现花生种的好点呢。那个没有种过花生儿，一直都是种的是菜，可能那种第一次，可能那就长得好点噻。前阵我记得是种的红菜，嘎。哎，对头。把姜头蘸蘸的上去，我看到腾腾的起劲。那我喊你弄个跳下去嘛，你应该是。哎呀，哎呀，差多少的？不得行，小船要套呀，来淹一下。外箱没得。哟，你这个行过去了吗？差不下去。